比什么很吉利的，这是 orange orange， 我们要买橘子。还有嘞，还有他买了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菜对，又买了哦 red vegetable。 还有嘞，这是什么？你说还要买什么？ fish。 对，我们来看 fish， 大只的鱼哦。The big fish。 1, 2, 3. Oh, this is big fish. This one, fish. 还要买鱼，为什么要买鱼？年年有余。对，每年端东西都要剩一点点，年年有余，这样庆祝大家大丰收。年年有余 ，fish。要不要 say fish? Fish. 好，赶快把它放回去。Fish. 好啦，买完这些东西之后呢？回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？大扫除。你们有没有帮爸爸妈妈一起大扫除？有吗？有的举手 raise your hand。 哦，给自己拍拍手，耶，好棒哦，这是乖宝宝。妈妈就说呢，好啊，我们要来整理家里，我们要把旧的东西扫起来，把它整理完，把它收起来或者是丢掉，因为要怎么样？要除旧不新，把新的气象带来家里，然后把旧的不好的东西都把它怎样扫掉，把它丢掉。你说，忘记了。好，你等一下再说。要吃一个东西，要吃汤圆。好，汤圆要吃汤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吃汤圆哦。你看他们怎么样，在家里就是爸爸妈妈在扫地啊，他们就帮忙放水果啊 ，put the orange。贴什么春联？贴了什么？大吉大利，就是他们对新年快乐。他们早上呢去买橘子 ，put the orange， 所以他们就会贴着大吉大利，还有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的英文怎么说 ？Happy New Year。对，他们就是贴这个春联。好了，再来喽。好，再来呢，阿公阿嬷抓到你们家，准备晚上要来吃团圆饭。你们家的时候，他们会带什么来 ？Lucky money， 他们会带红包 ，the red envelope 红包 ，lucky money。然后呢，你们如果拿到红包的时候，还记得要说什么吗？谢谢，我们要做个有礼貌的小孩哦。我们要说 thank you， 我们要说谢谢。对，你要说什么？头的下面压岁钱，对不对？没事，好，你说。好，送给阿妈花哦。哦，好哦，你看，他也准备花送给阿妈。你说。昨天我想想，奶奶就送我一个红包。真的，好棒！在过年的前一天，除夕的时候啊，我们会收到红包，要记得说。Thank you， 就是谢谢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吃团圆饭了。We were eat together， 我们要吃团圆饭。你来看看他们团圆饭吃了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东西？你说，有鱼，对不对 ？Fish， 为什么要吃鱼？年年有余。还有嘞，吃螃蟹，对，有吃螃蟹。哦，对，他们有吃螃蟹。Very good。还有嘞，姐姐。还有吃面，为什么要吃面？你们知道吗？他们会把面拉得很高很高，不可以剪断哦。为什么？那叫做步步高升。哦，步步高升吗？步步高升。好，为什么要吃面呢？因为面拉得很高。